台北市南京书法学会精心策划的书画联展《见龙在田，笔墨生辉》，自113年9月3日至9月20日，在新北市中和区南山一廊隆重展出。理事长叶杰生表示，本次展览除展示学会会员及多位书画名家的经典之作，还特别布置了7个对外展示的橱窗艺文走廊，琳琅满目的文创作品点缀其中，展现书法艺术与现代美学的完美结合，让整个展览美不胜收。开幕茶会将于9月6日下午20:30在南山一廊举行，热忱邀请各界人士莅临指导。展览的点位于新北市中和区广福路41号南山一廊，欢迎民众踊跃前往参观，感受书画与文创作品带来的多元艺术飨宴。我爱的深沉又热烈，却换来冷漠和无所谓。曾经以为你是我的天，现在才发现是空欢喜一场。如果当初没有相遇该多好，至少不会为情所困烦恼。如今想来有些傻气又幼稚，只怪自己不懂得珍惜。我的心不大，只能装下一个人对你的好，我都记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。就算分开也请你别来找我麻烦。从此以后我们各过各的生活，我用心去爱你却换来了伤悲。难道这就是所谓的命运安排？为何不能让我们再回到从前？我爱的深沉又热烈，却换来冷漠和无所谓。曾经以为你是我的天，现在才发现是空欢喜一场。如果当初没有相遇该多好，至少不会为情所困烦恼。如今想来有些傻气又幼稚，只怪自己不懂得珍惜。我的心不大，只能装下一个人对你的好，我都记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。就算分开也请你别来找我麻烦。从此以后我们各过各的生活，我用心去爱你却换来了伤悲。难道这就是所谓的命运安排？为何不能让我们再回到从前？我爱的深沉又热烈，却换来冷漠和无所谓。曾经以为你是我的天，现在才发现是空欢喜一场。如果当初没有相遇该多好，至少不会为情所困烦恼。如今想来有些傻气又幼稚，只怪自己不懂得珍惜。我的心不大，只能装下一个人对你的好，我都记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。就算分开也请你别来找我麻烦。从此以后我们各过各的生活，